到你几个问题。目前如果这两件事儿，你只能干一件，你到底选择是先跟陈宇分手，还是先跟王硕好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真的任性一次，我还是要跟王硕告白。王硕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看你有问题吧，你不清清白白的结束，你怎么可能明明白白的开始？在我心里面，我已经跟你心里面，那我们都可以说心里面跟家里人分手了呢。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，你不可能跟过去还没说拜拜，马上就跟小美好上了。还有这样谈恋爱的吗？自己又说赌气，跟陈宇好，好了，现在不说分手，又想跟王硕好，你玩游戏玩家家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你依然觉得开始比结束要重要。但是我那段时间真的很难过，没有难过就可以赌气跟陈宇在一起吗？你已经伤害了一次王硕，你今天又把王硕叫过来，